欢庆25周年，台北捷运呢推出了6款不同的口罩哦。从3月22号的上午10点，你可以透过台北捷运购的 APP 上网去申请。以棕、红、绿、橘、蓝、黄等6种捷运路线的颜色来划分，以电子兑换券的方式索取。我们这次预计发放25万个口罩，每人可以兑换3枚。3月22号开始，民众登录 APP 申请，从28号开始，在12个捷运站就能够凭券领取。每一位会员只可以登记一次，送完为止。若你还想要挑战手气的话，可以上北捷脸书网站参加抽奖，有机会可以获得更多口罩。人资卫视张一成、黄胜全台北采访报道。